大家好，我是 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读。这标题很有趣哦，为什么你有或者没有权利看你伙伴的电话？这伙伴啊，就你的另外一半啊。So why do or don't you have full access to your partner's phone? Why do you have full access or why don't you have full access to your partner's phone? 这边先讲到一个这个题目里面这个 have access to 就很重要，我觉得很重要。怎么说很重要？这就回忆到我刚会开车的时候。就反正在多伦多住的时候，我们那边是16岁就可以考驾照，那可是不表示你16岁就有车可以开。的确有人16岁就有车可以开，我的确有过得不错的同学，考到驾照，爸妈就给他买车了。那我们家不是过那么爽的，所以我们家是有一个 family car。那 family car 你能不能开呢？我爸爸工作上班，当然不能开。可是他回家了晚上，你能不能够开出去玩或之类的？是可以的嘛，只要他愿意让你开就好。所以我那时候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车可以开，可是我晚上有没有车能开啊？可能可以，对不对？所以在我们的一般日常的聊天中，我们就比较不会问是 Do you have a car？ 这个问题是问错了。你问说 Do you have a car？ I don't. My mom doesn't buy me one. 可是你如果问说 Do you have access to a car？ Then my answer might be yes. 那我的答案可能就是啦，因为我可以开家里的车出来跟大家玩耍，对不对？即便这么说，我还是很少开了。说实在，因为那时候16岁，对自己的驾驶技术也非常没有信心，就是了。所以你要问对问题，所以 have access to 就是能够取得什么东西，而不是说，拥有那个东西，大概是这样。所以 accessibility 这个词就是 access 的名词了。那可是这边的 have access to 也是名词啊，说实在的。所以那 access 到底能不能当动词呢？也不是不行，不过一般用在电脑的这个，就存取档案或之类的，那大概是比较常用成动词。这个词一般来说用成动词的机会还是比较低的。我这边扯得有点远，回来这里，你有没有办法能够取得你的 partner 的手机来使用？好，所以下面就来看，而且是强调一下，这是 ask woman 的版面哦，所以是问女人的哦，因为你知道一般来说，好，我这样可能非常的。刻板印象齁，因为我会觉得女生比较喜欢看男生手机，还是男生也非常喜欢看女生手机，或许光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就可以吵起来了齁。可是这边是问女人的啦，总之是。好，我们就来看下来。所以第一个人说的是 I don't, because I am not abusive and or controlling. 他不会看对方手机，因为他不会 abusive。abuse 这个字我们这一两个礼拜常常看得到。哦、常常看得到。abuse 怎么翻译啊？他有滥用或者虐待的意思。所以他不是一个很滥用权力的人，或者他不会去，对吧？管你的手机给我看，这样那就是一种 abuse 的其实。OK， 所以他也不是很控制的人。It's really that basic， 就这么简单。If he's going to use his phone to sneak around and find someone else, they can have his ass。如果这男人真的要用他的手机啊去 sneak around， 就是鬼鬼祟祟的跑来跑去之类的。那他的意思当然也就是鬼鬼祟祟的偷人或之类的，然后以及就你知道 find someone else。那这个人呢、啊，这些人呢、啊？Have his ass， 就把他的屁股拿走吧。这男人我不要了，大概就这样的概念，还不错。第一个说法我觉得还 OK。第二个，所以你看，刚已经一票了哈，这女人没有，她看她对方的手机。We each have full access to each other's phones, but it's not like we are snooping around through them. It's far more convenient in case of emergencies to have access.And it's not as though either of us is trying to hide anything from the other. We trust each other to have access while still respecting each other's privacy. 我觉得这说的好啰嗦，总之就是他有啦，所以他有 full access， 所以有时候就有完整的存取能力之类的 full access。所以你要看我相簿可以，要看我的交友软体可以，或许根本不应该有交友软体。But anyway， 所以他有 full access to each other's phones。可是这也就不是说我们会 snoop around 啊，所以 snoop around 就是一样。刚跟不是一样，刚刚的 sneak around 大家不能说是相同的、哦、sneak around 是鬼鬼祟祟的自己在做一些事情，而 snoop around 则是去你去好奇对方的东西，因为 snoop 这个动词事实上就是狗在那边这样就 OK， 这个就叫做 snoop around。 OK， 好，所以你不要当一个很 nosy 的人，很会管闲事或之类的。那 snoop around 就是去探一些对方的资讯， snoop around， 所以他不是会 snoop around 的人， fine。 而他说的是在 emergency 的时候是很方便，我想不出有什么 emergency， 说实在就是我的手机突然间不能用要用你的，所以 it's far more convenient in case of emergencies to have access。 好啦，这 OK 啦，这个人呢看完大概就算了。下一个人，
I don't because everyone deserves privacy. 好，所以这个议题是我们在讲到这一个手机啊，一定会扯到的就是隐私权。OK， 那有的人则认为两个人在一起就相对来说应该要比较没有隐私权才对。你同不同意？我不知道。我们现在看下去。你问我同不同意？我当然不同意。我不同意没有隐私权，我同意要有隐私权。让我讲清楚。So everyone deserves privacy. Also, I am of the belief that I don't need to know everything about my partner. 所以他所信仰的就是他不需要知道他 partner 的每件事。同学啊，你真是成熟。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态度，真的。OK， 很好的态度。下面能回应的 ，That's how I feel. I try not to even look at his phone when he's using it, and avert my eyes when he gets notifications when he's not around. 哇，这个人真是太有道德感了。我讲的道德感就是不要去冒犯人家隐私权。再读一次，他试着去不看 ，try not to even look at his phone when he's using it. 所以当男生在使用的时候，他试着不看 ，and avert my eyes. 所以 avert 这个字就是躲开。你看他躲避球的躲比较 dodge 嘛 ，avert 也可以 ，OK， 所以 aversion 一样躲开哈，趋吉避凶 ，avert 一些凶这样子。好，所以他 avert 他的眼睛，当 when he gets notifications when he's not around， 所以当男生不在，结果手机有 notification 有通知的时候，所以 notification 通知这个字应该不用说了啦。好，所以他也刻意不会看 ，it's none of my business， 就不关他的事啊。We are two human beings and we don't own each other， 我们没有拥有着彼此。Neither of us even know the passcodes for each other's phones. 什么叫 even 啊？所以他们两个甚至不知道彼此的那个密码。当然不知道啊，还加个 even 呢、欸？开玩笑。最后这个 even 这个字毁了这一篇回应，但无所谓了。好，所以下面的蛮多人就同意的。OK， 好，那下面这个也是一样。所以这些都是支持这个人的论点。I strongly dislike the idea that if you're not doing anything wrong, you have nothing to hide. 这个也是我们中文常听到的，有没有？你没做错事，有什么好藏的，对不对？我们中文会这样讲嘛 ？If you're not doing anything wrong, you have nothing to hide. 所以这个你没什么好藏的、躲的，用的就是这个字。So hide something from somebody 是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很多次重复出现的一些 expression. So if you're not doing anything wrong, you have nothing to hide. If that's the standard a couple agrees to set, fair enough.所以要是这是两个人同意的话，那就算了。But I prefer to show trust by respecting my partner's privacy and expecting the same in return. 所以他尊重对方的 privacy， 而且会指望同样的东西来当作回报。You expect the same thing in return, the same in return. 大家都看得懂哈 ？OK， 所以就是我对你怎么做，你就对我怎么做。也有另外一个词可以顺便说一下，就是 reciprocate。OK， so trust and respect should also be, you know.Be done in the form of reciprocation. 好 ，OK, reciprocal 可以变形容词。好 ，All right, 来，然后下面这边有讲了，他也很讨厌这一个。I read these comments about how it's a red flag if someone won't let you in their phone. 所以这也是一个，等一下我不知道能会看到多少了，但总之我们会看到像是这个 red flag 这个字，就交往关系中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啊，这是一个警示哦，这是一个你应该要小心的一个 sign。所以他们，你用 sign 这个字当然也没有错，可他们比较喜欢用的字是 red flag。哦，这是一个红色旗子哦，你该走人哦，这样你出现三个红旗，你就要分手了哦，大概是这样的概念。So some people say it's a red flag if someone won't let you in their phone， 就不让你来进我的手机。So no， I just don't want anyone in my phone。他就只是不想要让人家看手机，我也是一样。说真的，不过我有很好的理由啊，我里面裸照实在太多了，对不对？好 ，anyway， so simple as that。And I don't want to be in their phone. 他也不会想看别人手机，我也不会想看别人手机。For the same reasons, reciprocation. So I'll unlock it if you want to use it, sure. But no, it doesn't mean I have anything to hide. I'm just a private person. 好，这样 OK 了。来，下一个我们再看下去。刚看到第几个？那第四个。OK。好 ，So I mean, I technically do, but I don't use it all that much. It was never really an issue between us. There have been times where he isn't around, and I have to pick calls.Or there's an important message, etc. Sometimes my phone is in the other room charging, and I have to look up something, etc. 啊，这讲一些很，然后不用标点符号啊，不管。所以他说他有 access, but I don't use it all that much. 可他不会用他partner 的手机用太多，所以对他来说不是个议题。It's never really an issue between us. 所以有些时候呢，他不在，然后他必须要来去接电话或者什么这些的。
哦，接人家的电话，听起来怪怪的。那或者有一些重要的讯息或之类的。Fine. Sometimes my phone is in the other room charging. 有时候手机在另外一间房间充着电，然后他需要找点东西，他就会用对方的手机，好像是这样。So he has the same amount of access to mine. I think it's because we've never really had reasons to not trust each other. We had no conversation, etc. on it. Either it just happened eventually, where we knew each other's passwords. 啊，这段没什么，我甚至会想要剪掉。如果没剪掉，就算就留着吧。好了，所以反正就是，甚至可能会知道彼此的 password。我听到我就觉得知道 password 就好可怕。好 ，anyway， 下一个再看下去。So I have access to his phone, and he has access to mine. Sure, we know each other's passwords. For pretty much everything, we have nothing to hide from each other. 你看来了 ，OK? And trust one another completely. 所以互相相信彼此。We don't snoop. 又再说一次 ，snoop. So at least I really don't, and I don't think he does. 我觉得我没有，他也没有，也不觉得他有。But sometimes we have to use each other's devices for whatever reasons. 所以有时候得用彼此的这个手机设备，就理由可能不一定啊 ，like sending text or something.It's just not a big deal at all. 我觉得这些呀说得很 OK 的，我蛮尊敬他们的。I honestly think it's super suspicious when partners are secretive about their phones. 所以他真的觉得啊，这是一个很令人起疑的一件事情 ，suspicious. 所以 suspicious 这个字认识一下哈。当你对你的手机啊有点 secretive， 所以 secret 这个字是秘密，那它也可以变成形容词。OK， when you're secretive about your phone， so like 加逗点啊，是非常口语的英文。Like, what's so bad that you have to hide from your partner? 到底有什么糟糕事情你得藏着让你的 partner 看不到 ？If my husband never lets me touch his phone and acted really territorial about it, 这个字等一下说一下。I would assume he's either looking at things I am not okay with, like violent porn or following naked girls on social media, or talking to someone that I'm not okay with. 好，这句说一下哈。所以他的 husband。从来不会让我用他的手机，碰他的手机，或者 acted really territorial about it。这个 territorial 是 territory 的形容词 ，territory 就是地区性、地域性。所以他可能会，就你想想狗嘛，所以狗不会让你进他的地区，哦，但一个地盘这样子。所以你要是进了，他就哇哇哇这样叫。So if you are really territorial about something， 大概就你很保护那一块地方。这个词用的不错，我觉得。好，所以老公如果不让他的手机，不让他用手机 ，and acted really territorially about it。然后 I would assume he's either looking at things I am not okay with， 所以他就会假设这个老公在看着一些他觉得不 OK 的东西。哎，我觉得这个态度还是有点奇怪。什么叫做你觉得不 OK 的东西他就不能看了？But that's me. So 他在老公看着他不 OK 的东西，然后不让他看。对 Fine. So like violent porn， 所以或许有些 porn 可能比较暴力一点点，或者跟踪follow 一些这个裸体女生在 social media 上。Again， 我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可是 ，maybe you can debate on this, guys。你可能会觉得，为什么要去追踪一些裸女啊？那干嘛？我就想看不行了。好 ，anyway， 说、so, talking to someone that I'm not okay with， 或者跟一些他觉得不 OK 的人讲话。See， still， 你老公要是跟一些你觉得不 OK 的人讲话，这又怎样啊？好，不管了。所以这个女生讲的大方，哦，讲的大方，然后可以分享手机。可是我反而不觉得这一篇是我看的非常的这个觉得很能够起共鸣的哈。好，下面人回应了 ，exactly， and turn out he was hiding stuff. So yeah, long story short, I'm in the middle of divorcing him. 哦，所以他看了手机的东西，发现到老公的确有，或者是他的 partner 有藏这些东西不让他知道，所以他现在已经进入了离婚阶段了。So turn out 结果啊 ，he was hiding stuff. So yeah， 所以。长话短说 ，long story short， 很多人会用 long story short 来开始一个很长的故事，你就知道我意思了。说、so, 哦、oh, ，long story short， 开始讲就讲两小时。Where's your short version？ OK， 好，所以这个铺陈事实上蛮白痴的。So I'm in the middle of divorcing him. So phones are very important. It's 2021. So for fuck's sake, if he's weird about you even touching his phone, then there's definitely something up.所以，要是他担心你甚至连碰他的手机都不 OK 的话，那一定有问题。So look through it and move on with your life after that. Depending on what you find. 好，所以你就应该要看他的手机 ，look through it， 然后等到你发现什么什么之后 ，move on with your life， 你的人生往前走吧。对，看你要，不过还是要看你找到什么了。Oh, depending on what you find. 所以这个女生的态度非常的，我觉得就是她现在就是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受伤者的状态了 ，OK， 所以他是一个 traumatized 的状态。
所以他讲的话有那么一点点这个 aggressive 一些，好，你说 bias 也可以啦，总之就是他就用这个当结尾 privacy my ass， 所以这是一个不太客气的一种 expression， 你讲一个名词或者形容词，总之一个字，然后加一个 my ass 在后面当结尾，这就是一个句子。这当然不是一个正确的英文句子，因为没有主词动词，可这就是一种很特殊的 expression。 那 my ass 是什么？我的屁股啦，这样子。那如果要翻成中文的话，就是什么什么个鬼啦，这样子。 OK， 所以隐私是个鬼啦，这样子。好，所以 privacy my ass。 好，那像是你跟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或什么朋友都一样，要是他今天有另外一个人走得很近，然后他声称跟他只是单纯的朋友关系，像我们讲说我们只是柏拉图式的朋友关系，所以有这个词叫 Plato， 这个字就是柏拉图，那你把它变形容词 platonic， 所以哦 we're just having a platonic relationship， 所以 platonic relationship， 然后你可能就会说 platonic my ass， 大概就是，所以柏拉图你个鬼啦，这样子，所以你就这样这个 expression 把它学起来很有趣，很道地的英文，所以什么什么 my ass， 好，讲了很多次应该够了，希望你把它吸收起来。所以这个女生用这一个结尾来当作她这个 post 的，的一个 sum up。所以那下面就回她了啊，真遗憾听到你这么说 ，so sorry to hear that。然后继续讲下去，好，算了啦，又看到 red flag 就是了哈。我们来看一下她怎么说的，好了。所以刚刚本来不想看，看到 red flag， 加深印象再讲一次。Yeah， I don't think people should just randomly snoop or for no reason， but if your partner is adamant。啊，这个字太好了，还好我们刚刚有看一下，这个字值得说。That you're not allowed to touch their phone, that's a huge red flag. I find it hard to believe that someone would freak out about their phone being touched unless they were hiding something bad. Sure. 所以我不觉得人应该是要来随机的去 snoop 啊，就 snoop 讲好几次了哈 ，for no reason. 但如果你的 partner is adamant， 所以这个 adamant 这个词就是很坚决的 ，OK， 很固执的，很执意的 adamant。Be adamant about something， 所以这个跟我们讲的一般的那种 stubborn 这个词，我们常把这个字讲成是固执，可是 adamant 比较像是态度上的坚持 ，stubborn 比较像是个性，所以我觉得不太一样。If you're a stubborn person， that probably is your character。可是你如果 adamant 的话，多半是你是坚持一件事情怎样怎样怎样。OK， 那你可能坚持，你会想到 insist 这个字也可以啦。可是这里的 adamant 就几乎有点任性了这样子。So if your partner is adamant。That you're not allowed to touch their phone， 啊，你不允许摸他们的手机，那这就是一个 again a huge red flag。刚讲过好几次，所以他就觉得很难相信。I find it hard to believe。什么事情是 hard to believe？ 这个 it 是什么呢？后面有不定词说完，或者用 that 子句，他用 that 子句。That someone would freak out about their phone being touched。所以有人会因为手机被摸就整个哇 freak out， 除非呢他们在藏着一些不好的事情。这么说好像也是没错啦，所以像我刚刚说，我不让人家碰我手机，为什么？我里面一大堆不雅照片嘛，不是我自己的，就你知道，我不要说了，算了。好，所以我的手机千万不能送修，开玩笑，不想成为陈冠希二代。好，看到这里，我觉得大概也差不多了，你大概都看到了，而且你就有看到说，其实很多人他们讲的是，他们讲的是什么？他们讲的是他们有这一个 access， 然后觉得好像很 proud。然后他们也讲说，要是你有东西藏着的话，你就有鬼啊！不让人家看，就是有东西藏着就有鬼这样子。所以复习几个我是想要讲复习也没有错。可是我在我们进入那个文，就是我抄的笔记前，我们先用脑袋复习一下先好了。你应该觉得这不会很困难。所以他们说 red flag 是什么 ？If you have nothing to hide, why do you not you know allow me to touch your phone, right? So if you have nothing to hide, you shouldn't keep your phone away from me.You should allow me to have access to it. So if you don't allow me to have access to it, that's a red flag. 所以刚讲到 red flag， 讲到好几次有没有 ？OK， 那如果你真的会想看里面的内容的话，那个动词叫做 snoop， 你还记得吗 ？Snoop around， right？ 好，所以光是先不看，我们就可以复习一些些东西了。我们再往前来，真的复习一下 ，have access to， 刚看了好几次，我刚嘴巴上也有讲 ，right？ So you allow people to have access to something.Okay, have access. 那跟我刚前面说的 ，Do you have a car? That's a different question. I don't have a car, but I might have access to a family car. So have access to something, 这可以。Accessibility, 我大概会另外讲一集 accessibility 这个概念，因为这个跟残障人士是有关系的。好，那个这里先不讲。So abuse, okay, 滥用。Sneak around 是刚讲的是到处想去把妹之类的叫 sneak around。那跟 snoop around 不一样，因为 snoop around 是
你就偷看人家的东西或之类的，好像个狗一样在那边这样子。Alright， 好，然后 privacy 应该没问题，好多次了。所以刚有一个人讲述的是啊，即便我老公在用手机，但也会眼神躲开他。可是我刚才想要整理一个概念，就是读完了之后，我想这些听起来很大方的 post 都是因为她老公让她看，所以她才在那边说是啊，我会尊重她啦，我不会特别看啦，反正她让我用她的手机跟看她的手机，那我还特别就不会去看了，讲的落落大方。可是要是她老公不让她看，嚯，那就是 red flag 了。好，大概整理出来是这样的概念，我懂了。所以 ，so this woman just said that she would avert her eyes if the phone, you know, if there's a notification that pops up， 故意不看或之类的。Or when her husband is using the phone， she would avert her eyes， you know， try not to see what， you know， what he's up to， 在使用什么东西或之类的这样子。好 ，anyway， so hide， 刚看到的都是 if you have nothing to hide， why do you not let me use your phone， right？好，那我刚说的尊重这件事情是 reciprocate， 就互相的，你给我什么，我给你什么 ，reciprocate。Red flag 是今天的重点 ，red flag。好 ，have nothing to hide。Suspicious， secretive。好，所以要是不让人家看手机 ，it's very suspicious。好 ，secretive， 秘密的。Long story short， 通常不是一个 short 版本，通常还是很 long 的。Traumatized， 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女生，什么 my ass， 对，最后一个留言留成这样子的。我们觉得他应该是处于受伤的状态 ，so she's been traumatized by this guy who didn't allow her to use his phone。结果就看到了，看到了，说、他也强调 ，depends on what you find。So if you find something that constitutes a reason for divorce， yeah， 那就离婚吧。So move on with your life。他也强调，说脑袋中会想起刚刚看过的这些字词 ，so move on with your life。Privacy my ass， 他刚说的是。那我刚刚强调了一个，就是柏拉图式的关系 ，platonic relationship，platonic my ass。我以前是这样子的，我从来不相信男生女生是有纯友谊的，到现在还是不相信，因为我会保持联络的女生多半都是我对她有兴趣的。I'm gonna be honest about it. So yeah, so platonic relationship my ass， 根本没有这回事，真的。好，你要是真的跟这女生已经没什么联络的话，然后你说啊你们有纯友谊，我相信啊，因为你根本已经没什么跟她联络了，当然有纯友谊。所以我有一堆的女生的 acquaintances， those are totally platonic because I am not, you know, trying hard to keep in touch with them. Of course that's platonic. But if I talk to you on a daily basis, platonic my ass. There you go. 好了，讲完了，还有两个字哈、哦、，adamant 对事情很坚持，这多半是一件事情的态度上的 ；stubborn 则是一般来讲的是个性上的。OK， 好了 ，that's the note that will end on。我是 Paul。我们下次见。